哦，留多一点哦，攻击出哦。啊、靠背啊啊！啊，好嘎仔！啊！combo 两 combo 三 combo 四 combo。combo， 给他两 combo 应该差不多要重伤。干 SC， 我买一二三四没问题。还有那个嘞，才一抽不过，十抽才爽快，没石头啊，真的是没石头了。其实你看到那个石头的量，是我今天已经把它领出来了，我就想看有没有把它石头。而我印象中上次地狱就已经被我弄光光了。我上次地狱领出来是二十几十哎、欸。结果第七大七七四九大石英出来之后，我看了一下，我的石头只剩下个位数哎、欸，有人帮我算过啊，2500体哎、欸，我靠，我都不晓得那个石头是这样吃的，好可怕，不知不觉就给它吃光光了，真的。温温啊，拖啊，还在唱嘛伊。七家石英凑齐什么啊？没有人要凑七家石英，乱讲话。一进来就要问七家石英，乱讲话，没有七家石英啊。九桃在帮我搞一个七大石英，对啊，水光魔根本不会练啊！49大我是觉得很扯啦，我真的觉得很扯。而且你们看，如果真的有看，你们发现我那个影片剪的死掉的内容真的是很夸张哎，完全断火、完全断心都有，而且还不止一次哦，完全我讲是完全哦，完全断火断心是怎么断啊？干！这个很难呢。刚才那个火屋开的状态下，如果我转整板，应该是不会死啊，因为我进场的时候是没看到骷髅头。一波把它灌走，一样哦。火屋等一下下关直接开了，就从头碾到尾了。堆桃灌咖不会哈，都跳啦啊！这样还会狙加码？他妈的，我再来一抽！他奶奶，刚说不抽了，没错，我刚说不抽了，可我现在太有把握了。这一次再狙，这一场，记得这一场没有，不是下一场，这一场哦，这样狙他捏捏我一抽到 calling 的代级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都狙，干谁信啊？你们有人信吗？啊，我自己都不相信，我是驾驶员呢，这样会狙，看到鬼了。欸、怎么一大人已经开下暗期了？等一下，还没有到最后就暗期，太快了、哦。这不行，这哪可能狙啦？对啊，这一看就知道，怎么可能狙？怎么可能？
靠北啊，过去了。指定指定，我还记得啊，想溜走门都没有。五鼠都要开八风，这出戏不好看的。这谁啊？同一颗学面。说的没有错，等一下我就开八风，怎么可能会死掉嘞？他有可能的代志。看到没有？只剩一颗哎、欸！忘了开霸风，没五鼠，没有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我知道你们是特意提醒我，我知道。等一下，这时候有可能会变六 combo 对不？那有可能，干这样可能六 combo 这啊这爱看，胖就对了，那有可能六 combo。六康波跟汉西，那有可能一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康波啊，对啊，那有可能。对吧？我看你老师，那有可能的代志。哦，错觉，看，哎、欸，下面失误，嘿嘿嘿，下面失误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一队太强势了，要失误都很难。五鼠盾哈，我知啦，鬼八方亏了掉啦，看见啊，水、火、木、光暗啊，你在死啊你，你温死啊你，摸唔掉，摸唔掉。不唔对，那边克鲁像这样，直接胖了掉。水、木、暗、光、光，靠北火，哎、欸，你水别这样消呢。哎，哦，应该是透透了哈，水木光暗哦。应该是没问题啦，这边开什么科不科的啦，这老 GG 他有可能的代志，对不对？你再死啊你，开啦开啦开啦，你是说我要开强电多日哦，没那么讲啦，开玩笑，来对不对？这哪有可能的 GG 啦、啊、那 GG 这就有问题啊，对不对？刚才算了，我放弃那个。嗯，干右下角转错嘞，不好意思啊，天降哦，错节。哎，奇怪，为什么在这种简单的时刻都有一点小小的失误？其实这个威力，就算我刚刚那个失误，应该也是不会怎么样啊。开那么多只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龙科都亏了掉，还变来干第一只都要死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第一只两万四？哎，看到没有？没有八七就对了。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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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哇靠！一补400多万的血量哎、欸，欠光哦，刚好欠光吗？有吗？哦，我不知道，我是直接。回来，刚才上涨龙科哦，就要三连发的特性哦，点远再点近，点远再点近。听不懂的看我点头就知道，点远再点近，14503，没有八七就 OK 了。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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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 哦。